今天让你们见识下我亲爹沈天的大型双标现场，看电视会眼瞎，看书就不会。天天就知道看电视，不怕眼睛瞎了吗？赶紧看书去。吃穿只能比差的，学习永远比好的。哎，爸爸，我同学现在都在穿这个裙子，我也想要。天天就知道比吃穿，有这功夫不如多学习。爸爸，你看这次考试我进步了好多，现在可以去买裙子了吧？比你考得好的多了，有什么可骄傲的？可是什么？臭宝还学会顶嘴了？多说一句就是顶嘴，不说话就是哑巴。哟，这不是子涵爸爸吗？这是干嘛去了？宝宝学习进步了，给他买条裙子奖励一下。这是进步又不是拿第一，还有心情买裙子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我儿子啊这次虽然只考了第一，但是还主动去上了游泳课、钢琴课、数学课、英语课，这样才不会输在起跑线上呀。够了，我女儿的教育不需要你操心，你们只看到起跑线，却不知道引导孩子走自己的路，只知道自己的面子。我女儿不是学习的奴隶，学习的目的本就是让自己更有价值，只要自己上进努力就好。